日前，疾病管制署宣布有一宗的流感预防针外观有过样，同一个配合库存，总共有108,000宗的预防针嘛，预防性暂停使用，同时通报到食药署，启动机制调查来厘清到事件原因。对此，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强调，嘉义市并无配到这一届有过样的流感预防针，同时嘛来通知到合规合约医疗院所，伫咧做预防针进前，爱详细来检查到预防针的外观。如果发现有变色，或者是有过样的情形，要主动来通报卫生局，所以请民众会当放心来接种。该区卫生局表示，113年度公费新冠接种院甲流感疫苗同步分两阶段开始。第一阶段为10月1日起，开放满65岁以上长者定在一类对象接种，为提供民众接种疫苗的方便性。该区连接多元管道提供服务，包括83间合约医疗院所，其中69间医疗院所同时提供流感甲新冠疫苗的接种，14间诊所只提供流感疫苗服务。另外有41张新冠疫苗和45张流感疫苗将在桃园一中接种，99张社区设站，其中天主教圣玛丽堂病院的场次同步提供流感和新冠疫苗接种。今年度的公费新冠的疫苗以及流感疫苗已经在10月1日开始施打。那第一阶段呢，从10月1日开始已经开放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等11类的一个接种对象。那为了提供民众这个接种疫苗的可进性跟它的方便性，那我们目前呢有83家的医疗院所提供接种的服务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在社区有开设99场的社区接种站。那请符合资格的民众呢，赶快前往接种，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。另外，有关疾病管制署发布发现一剂流感疫苗外观出现异常。共配合库存总计108,000剂已经暂停使用，理解市并无配到异常的流感疫苗，也同时呼吁合约院所在接种前检视疫苗外观，如果有异常，请主动通报。近日疾管署宣布，发现一剂流感疫苗的外观出现异常，那嘉义市目前是没有获配到这一批疫苗，请民众安心。那我们呢也同时通知我们的合约医疗院所，在疫苗施打前呢，应该检视它的外观。那如果说有发现颜色有异常的话，主动来通报卫生局。该区卫生局提醒民众，新冠接种完疫苗、甲流感疫苗、肺炎链球菌疫苗，会使同时接种，也则是任何时间接种。符合资格民众应该提早接种，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。新闻调民间区采访报道。那这也代表着台湾迄阵非常艰苦、物资缺乏的时代，但是一碗鸡肉饭带来满满的幸福、满满的饱足。那这一碗鸡肉饭已经成为是我们庶民的美食，但是这样的美食带给大家已经成为嘉义的特色。所以嘉义火鸡肉饭、嘉义鸡肉饭可以说是在世界闻名了。那今天借由特展，我们把这个故事也运用了许多的科技，运用了许多每一个人的心得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想，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碗不一样的给辣粉？